的时候呢，我在想，你说在海外生活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呢？对吧？除了可以欣赏这种大海的辽阔，对吧？其他的可能大地的自然空气，其实除了忙碌就是忙碌，搬砖就是搬砖，天天搬砖，搬到自己最后都哎，突然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了，换一个生活的状态。其实呢，旅游的意义就是在另一个别人待过的地方，然后重新认识自己，无非就是这样。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，你不观世界哪有世界观呢，对吧？这个海鸥还是挺有意思，一直跟着你，它可能想吃点东西，所以说没事的时候可以逛一逛，感受一下这个未知的世界，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吧。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你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尝尽世界万物的苦，还是感受各种不同新鲜事物的一种快乐？有的时候呢，会萌生出一种想法，就是想换一个状态去活着。我觉得是需要探索的一个未知世界，才是有意思的吧。